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啊，及3760次大小战争，帮助军民怨灵，当下少数人身上依附灵，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第二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黄禅老祖天威。黄禅老祖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啊，这是很少人去理会、去悟到这个真禅奥义。所以黄禅老祖的天威满虚空，处处在，无处不在。太阳系九大星球都有黄禅老祖的天威，银河星系星球也都有老祖黄禅老祖天威，它的引力磁场相互吸引，宇宙星球才会运行，有序的运行。啊，否则的话，在我们身边，一粒小尘埃、小石头，没有办法永恒的保持它的距离。啊，这即是我们众生要悟的。所以黄禅老祖在开启蓝天的时候，啊，一起开启蓝天的有哈哈如来、济公、古佛。啊，蓝天打开来了，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就说出了不悟犹如夜夺灯，无创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这个禅语震惊了从蓝天而来的三界万灵，啊，唯独世仙人没有听到。啊，这九大菩萨印心绝禀，我很高兴，感恩哈哈如来、济公、古佛，他的真禅奥义。
接着九大菩萨的会议，各有不同的高见，都是在为天下太平这四个字，在理出一条正确的路，然后在南天门九龙座前。 传达到从南天门而降的圣灵们的心中，那个瑞相，真的奇迹，我们凡人所看不到、领会、体会不到的。 台湾祖师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九大菩萨的慈悲，让我亲临其境，来享受九大菩萨的心法。所以我当时也发了愿。 未来千秋万世，将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的三文化，把它炼成丹，融为一炉，分。 讲也从南天而来的无量数恒河沙数的天神，所以我的心愿也得到九大菩萨的护念。 要将中华文化道统古至今用，要将《易经》文化、风水、哲学、宗教智慧融为一炉，那不是。 空口说白话，说说就可以去兑现的。所以我发了这个本愿，希望玉帝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给我智慧。我只要求这三个：给我信心、智慧。 力量。这个三宝是人所缺少的。 因为来到世间的众生，都讲求名，讲求利，没有去开发过去无量劫来在世间累积的经验，化为智慧，所以当时。 我提出这三个要求：智慧、力量、信心。
这个三宝啊，是众生所不足的，所以我就发了这个三愿啊，祈愿诸佛菩萨满我的愿，直至今天已经38年。啊，我一切的智慧都是上天所赐予给我，啊，一切力量也是九大菩萨、诸佛菩萨所赐的力量，信心啊，也是从内在开发出来的，所以这三个三宝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了，每个人都已经具足了啊。在当时啊，我由内心涌现出这三宝，向玉帝恳求，和九大菩萨恳求，最后结果首肯，而微笑的放出啊光芒的路，给我走了38年，从无到有，从3元3块钱起家，走到现在，啊，是有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天底下所得要做的，所能得到的，不是一天两天说说着就能得到相应心。所以王禅老祖民国71年以后来，啊，时时给我力量，时时给我信心，啊，时时给我智慧。给我的智慧是以《易经》的对待论，啊，调和论，啊，来作为做人处事，做到恰恰好。力量啊，不要横冲直撞，横冲直撞办不了好事，会有偏差的。啊，信心要将过去无量劫以来在世间上所学修累积的经验潜藏在我们的脑意识里面，要以这一生拿出来用。所以这三宝我提出之后啊，玉帝首肯啊，你按照这样去做，人生就不会遗憾。按照这样去转述给所有有缘的人、亲人，以后有弟子啊，转述给弟人、弟子，大家朝着这三宝啊，努力的力行在生活上，那一定会得到心安而自在啊。啊，不是在那边跳跳蹦蹦跳跳呼呼呼装神弄鬼啊，这胡比手画脚，那并不能代表你真正拿到你的
智慧、力量、信心的本源了啦。所以这是世间人所犯的毛病啊，不从这三宝去努力，用在生活，到最后的结果两极化，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啊。地狱就是由悔恨贪欲所发生的果，天堂是由力量、智慧、信心啊，中道观来做人处事啊的果，就能达到天堂的境界。所以老祖开示了一个天一个地，天堂地狱，而修行路不同。所以希望我们唯心弟子们啊，你们易经一定要修好，你修好了就有如这个太极，这是天堂，这是地狱，光明的思想，消极黑暗的思想是落入地狱啊。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唯心弟子们啊，平时要用心啊，平时凡事要用意，你就能够跳脱地狱的境界，而达到天堂自在。所以啊，各位同修，你们在平时做人处事，你的思想幻境各有不同，有的幻境啊走火入魔啊，以为哦你就得到啊大神通力啊，可以飞檐走壁，有如在民国84年啊，有一年前教育部部长们体育司司长的朋友的儿子啊，朋友是淡江大学的优秀教授，儿子很聪明，但是走火入魔了，结果晚上回来都不从门进来，从墙跳进来，飞檐走壁，啊，把家里的电视机门都弄坏了，啊，那孩子的爸打电话给检事长，检事长就过去关心了，啊，这个孩子就直接跳到他是一楼的平房，在梁上走来走去，跳出去了，飞檐走壁。哦，这个是幻想、幻梦。后来怎么办？啊，这个是送他到精神院，关不住，啊，要吃。药也不吃，怎么办？而检事长他就很慈悲的
问我他的住家有什么问题？啊，住家门出去，那是政府的宿舍，门出去右边，人家盖了一栋20楼的大楼，形成虎昂头，虎昂头上到少兰，啊，磁场乱了，后来怎么办？啊，检视长啊，才问我怎么帮忙解除。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有智慧，将门换个地方转向，那就好了。所以转向了，孩子稳下来了，又回去淡江大学读书了。而这个即是户外环境影响到人的健康和体质上的磁场能量。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不是一般所想的在那边说说跳跳。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他不也不跳，所说的是天理，是真理，是安心的法门。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维新弟子，你们把易经学好，把风水学好啊，这样你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可以利众生，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他的天威没有办法用笔来计算啊，他的功德天无量数，所以从民国71年到现在来，啊，世界上每遇到有大大小小的危及到整个人世间的安全的时候，王禅老祖都开示我们，大家及时深谈，而且要依经宝的功德来说法啊，为众生排忧解难，而印证的结果是圆满的。所以到现在我把它统计起来有403件之多，还有点点滴滴琐碎碎碎的事情，算也算不完。这都是老子的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相对各位维新弟子们，你们也有你们的天威，也有你们的功德，来帮助亲朋好友，帮助你的部下，帮助你的主理，这都是天威耶，细无其内，点点滴滴，这都是我们来到世间啊的集合，我们原来的力量，原来的信心和智慧，用在当下性，共同来完成人间的净土啊。祝福各位。学习台湾黎明，圆满成功妙地修。
心闲事，即各位死亡善知识。黄山老祖道教慈航有他的天命，相对的在71年开启蓝天圣门的时候，有蓝天而降的几千几万的圣灵，三界万灵也是有天命，共同的天命就是天下太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所以当时开启蓝天的时候，看到那么多那么多，有如我们在林口大体育馆啊举办联合祭祖大典，那么多的十方善信大德都很宁静啊，与列祖列宗印心绝缘。所以在开启蓝天的时候，我心眼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瑞相，到现在38年了，记忆犹新，犹如昨天的梦。事实上，就昨天所走过的路。所以我38年来，我希望将天界啊，希望将各位你们已经先来到世间了，然后后面跟着了啊，你们的天龙护法啊，指导灵也都跟着下来了。我很感恩玉帝，感恩黄山老祖，感恩九大菩萨啊，能够有这个因缘，借着以各位为先弟子啊，一起参演佛法，参演道法啊，参演易经圣法，表面是人，事实上你们的内心里所做的同样是从蓝天圣门光降下来的天神菩萨指导灵和各位唯心弟子都印心了。所以唯心的真实意啊，就是黄山老祖九大菩萨的告示，从龙天护法法界来到世间，要印心觉明的天人合一，就是从心里面去印心啊，即是心的真禅奥义，所以才取名为唯心圣教。唯心圣教是尊重地球所有人类，也是尊重还没来地球投胎转世仍然 在天上界等待时机的天神们啊，共同的一个理念，唯心，唯心，唯心啊，听有无？所以台湾祖师开示的时候，要大家都要用心，不要用念头，用念头会幻想。患得患失，
啊，用心，你可以观自在，啊，就不会被魔界把你牵着走，啊，牵着乱跑，横冲直撞，啊，这个是来到世间迷失了自己的心的人，而是只用头脑，凭着一点点的墨水，你就要啊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的大佛，什么样的神，那错了，那永远找不到自己的灵性和心。所以今天唯心正教四个字啊，是异地天上界无量劫前就有的上升的心怀。希望各位唯心弟子同学们要理解啊，今天你们有缘回来，我把这一个黄山老祖给我们所赐的唯心四个字啊，说明缘由啊，希望各位同修能心开意解啊，这样你就不会有所烦恼，有所颠倒梦想了啦。各位唯心同修们啊，从民国71年的开启蓝天之后啊，黄山老祖单枪匹马的在台湾啊，从一间小小的4坪大的房子啊，来为人解忧，用3元起家卜卦啊的，而后一一的将3元阴阳变化的原理啊阐述给10万大众了解每个人时代性的心念啊，验证结果真实不虚啊。啊，阴变阳，阳变阴，都有它的法则。所以社会上的人对于中华文化道统7300多年前的伏羲氏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的易经啊，都给予非常不理智的批评，错了错了错了。啊，你现在你有你的理论，能留下1年2年在世间，那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何况伏羲氏族都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这个即是上圣的心法。啊，到现在7000多年了，还是好好的啊，应用真实不虚，尤其在921之前，我设计了这一个千佛禅堂，要这么大的话剧都没有住住，上面又有一间啊压着。要当时要设计，我找遍了中部的建筑师、北部的建筑师，啊的结论都不敢接受，啊，唯独黄山老祖，你照这样要多少长多少宽多少，有多少的柱子，上面是空空的。那个柱子啊，多大啊的跨境
啊，一切要用易经阴阳啊，一阴一阳的法则来设计啊，所以我设计的结果得到一个很有利的卦象，地火明夷。啊，是丑月四日，啊，卯又还又比比啊，动在六爻和第四爻。巳酉丑，巳酉丑，啊，这个合成三合局，根深蒂固，所以我就依照这个一阴一阳，7300多年的伏羲氏族的智慧来设计了，而且可以撑到9级以上的大地震，所以在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也盖好了，也在使用了。921大地震，结果没有一根柱子梁发生问题。让我证到了易经一阴一阳，它是涵盖了宇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深藏奥义啊，所以地火明夷的卦象一阴一阳的哲理，这即是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先师、鬼谷子的智慧，我把它用了，用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所以我就有信心了。世世代万里兵，阎罗行宫庙地仙。所以在这么多年来，王禅老祖在世间处处皆在，无处不在，而犹如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啊，屋顶漏了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想把它翻新，我把圆觉法师说好好的用意算一下，意是超越到未来的时空，也可以把握当下的吉凶祸福啊，这用意算的结果小补几百块就解决了，不然要花几十万啊，这就浪费金钱，浪费人力啊，这都是我们鬼谷先师和台湾祖师他的慈悲愿，就是要开天，要开天。要开天的阳啊，再发辟地是阴，一阳一阴，算阴阳的对待，
就是整个的宇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它的本能总能量都在一个太极。还有说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他是台湾这个太极拳的总教头，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有禅机的，所以他的比手画脚是在阐述着人的身体内在细无其内的能量的发挥，然后扩展到无量无边的能量。太极拳中间这一点是能量，那你一动就产生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力，也相对的阳性阴性的力量大无其外满虚空，细无其内进入每个人的心田，这即是道。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在世间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你的理念，用意利人天呐！你不懂用意，你不知道明天所做的决定是对的不是错，错了就是逆天，对的就是顺天。顺天则昌，逆天则亡。所以在开启蓝天的时候，玉帝从心中放出太极这个踪迹，一直在转，转个不停，然后分散出无量无边的小太极，进入从蓝天而来的龙天护法天神菩萨们的心中，这即是印经了，我终于悟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你要牢牢记住玉帝的印心真禅奥义，你要悟。后来28年后，因为我头脑比较钝，我只有在设计这个踪迹太极图，让所有唯心闲事挂在心中，也不影响你的美观，带了又平安，你带了这个踪迹，那是天地立宗，圣人立教的教义，天地立宗，圣人立教
的真实意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你们带着在这身上啊，就可以与玉帝的心相应，与王禅老祖啊，与伏羲氏族，与万生万圣万现万仙啊，都能应心的真禅奥义啊。啊，听有无？所以各位同兄啊，我们续前生的缘，续天上界的缘，来到地球上是有福报，有不同的福报。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悲愿啊，以各种方式与各位同修来应心。当你们带着这个踪迹啊，就可以与王禅老祖应心。王禅老祖所掌的天地盘和各位都一样的啊，我们所带的是玉的，王禅老祖所掌的是桃的，但是八卦里面演化无量无边的微尘智慧，继续大小都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们带着踪迹，表示你们已经回归到太极天王禅老祖的太极天圣殿啊，与玉帝应心绝平了。所以同修，你们这一块踪迹要好好的带在身上，这个不会难看。所以很多十方善信大德对于这个踪迹不很理解，所以今天我把它阐述清楚，让各位带着心安，而与南天圣门打开的时候，九大菩萨和玉帝应心绝缘啊。现在我们合掌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